来头车卡麦，头车六二零准备进入休息区，准备发档，六二零提前结束啊。对。还发档吗？不发档了吧？直接走吧，不发档。不发档了吗？是点了七点还不发档？不发档。啊，好的。这边是喊我。啊，在呢。啊，对，是。我再建议一下大家，下次要出旅游，如果是纯要出旅游的话，旅游的话就尽量往西欧那边跑。有。如果是往意大利，如果是往你们先不要卡麦，我跟你们先说一下。你们如果说是要做北欧的档的话，就是北欧往西欧那边跑，不要往中间，或者是往